我媳妇儿这个脾气你还不知道，三句话不对付，张嘴就骂，抬手就打。我说你别打，多丢人呢。我说咱回家说行不行？不干还打。现在啥时候？自媒体时代，所有人都手机咔咔拍。我一看，这边是苹果，那边是三星，大多数是华为。这国产手机拍的还清晰呢，那可不。一会儿警察就来了，谁先动的手？你怎么说？我是男子汉，我当然说我先动的手了。老百姓不干啊，我们有录像，女的先动的手。那上派出所吧，去吧。去了派出所，我还极力地说，我动的手，我动的手。男子汉就得有点担当。后来我就不说话了，为啥呢？我媳妇儿把警察打了。你这叫什么媳妇儿？这叫啥脾气啊？他人呢？什么？他怎么没来呢？谁呀？你媳妇儿啊？警察能像我这样惯着他呀？当时就扣住了。啊，写检查，我待会儿再去接他，让他受受教育也好。你就在这儿好好那什么，你喝水吧，我给你弄点水，啊。哎呀妈呀，这咋还有个涂老亮呢？那我母搁这站着半天了，你没看见？这是我们家隔壁老王。啊，哎呀，你等会儿，我怎么觉着像照镜子呢？镜子照镜子，我搁后边听半天了，给我气毁了。你我就看你这头型和我一样，我说你两句，啊，你不能惯他这个毛病啊。俗话说得好，打出来的媳妇揉出来的面，你懂不懂？什么意思？你吃过馒头吗？啊，吃过面条吗？啊，那个面是不是得揉？得揉，面揉好了才好吃。媳妇打，越打越听话。对呀。我媳妇就经常打我，你得打她。你这劝劝都这样了，你不劝劝？我劝谁呀？他媳妇跟我们家那是亲姐们儿，俩人脾气秉性一样的。不是你这怎么没有伤？你往这看，大腿里子都青了，内伤啊！哎呀妈！哪有内伤啊？我看看。没有，真的。哎呀！妹夫来了，姐。哎呀，妹夫啊，你这是咋的了？还咋地了？啊、叫你妹妹给打了呗。哎呀，快坐下，快来。哎呀，你说我这个妹妹呀，我告诉她多少回了，她就不听，那骂人不揭短，打人不打脸。对，就往大腿里子上掐呗。你呆着。妹夫，这回你俩又因为啥呀？她那脾气你还不知道。话没说话了，先打。侮辱我，这可太不像话了啊！今天正好咱人多，一会儿把他叫来，咱好好教育教育他。妹夫，你放心，今儿个姐姐给你出气。不，我觉得吧，一个女人她要能这样，不外乎有这么几条原因。你跟她说说。头一条就是钱。哎，你是不是藏私房钱啥的，让她发现了她捡了？我藏私，我没见过钱。那你工资卡呢？啥叫工资卡？他也没见过卡。你连工资卡都没见过呀？哦，啥样的？接着装，我没给你看过一回呀、啊。你上次拿那个，你不说是开门的吗？你就那玩意儿。房卡我也见过。那要不是钱的事儿，那就得是第二条。嗯，对。哎呀，对了，是不是？更年期提前了，老爱发脾气。姐，我从认识他，他就更年期，到现在都没更过去。完了，要这么说，肯定是第三条。他外边有人了。啊？你想，他外边有人，他回家看你不顺眼，他就得打呀。我跟你说，兄弟，那给你打残了，你就算中了大奖了，你。啊？外面有人了。有人吗？人倒是有几个。几个啊，你看啊，自从我嫁给他以后吧，自从我娶了他以后吧，我家煤气罐啊我就没换过，
有人给换。哎呀妈呀，你看那粮食买完以后多沉啊，往楼上扛我就没扛过，有人给扛。妈呀妈呀，这也太气人了啊。妹夫你说那俩人是谁，我替你出气。说，就是他那俩哥。哎呀妈呀，那也算人呐。你那俩弟弟不是人呐。完了完了，妹夫你这没救了，你呀真是的。我跟你说这就是啊，结婚几天才来。来起起，我想起来了，大伙都起来，我有办法。起来干什么？过来，妹夫，为了治治你那媳妇儿的臭脾气，今天我出个主意啊，那个咱们演示演示，我先演你媳妇儿。演，你等会儿姐。演是演，但你怎么演示？大哥，你同意吗？我无所谓。什么你无所谓啊？那是我媳妇儿，你多生气。他问我吗你？对不起，长得差不多，问错了。大哥，你同意不？我说好了就演一会儿，演一辈子我也不干呢。好了，过来，妹夫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俩是两口子，正走在大街上，碰见你两个朋友啊，哎，你俩就演那两个朋友啊，我们是朋友啊，来，演小品是吧？对，来开始。哎呀，不行，哎呀，咋的了？都打肿了。行，那我不服你了，你服我吧。就那个俩朋友哈，走街上遇见了是吧？对，开走，开始。停。你俩是俩牛蛙呀，哪有跟整道的？演小品的，哎呀，我们演小品的，我们不知道上台咋走啊？那这好好走，像人那么走。真的，不，你们先走，你们先走，我们得行，你俩先走，来。行，那我俩先走了啊。太难演了，这开始。这是啥时候看不着的呀？昨天瞎的啊！我说你好好演过你。不是有台词啊！行了，我会了，会了，会了。你说的啥呀？会了。重来。他这么走可不就行了？预备，开始。哎呀，果子，大哥，二哥，这胖老娘们谁呀？你会说话不？你还好好演不？你这不打招呼？说话一点都不文明，什么胖老娘们胖老娘？就是。哪能这么说？那接着重来啊！哎呀，果子。他谁呀？这胖老娘们是跟着他们闹的，我又不知道。来，重来。哎呀，这是我媳妇儿。这上哪儿去啊？准备吧。我爱人想上哪儿，我都陪他去啊。哥们儿，有空上俺家串门啊。我媳妇儿要是这样通情达理，我没话说。妹夫啊。我演的是你媳妇儿，你得板板她脾气，在众人面前抢你话头不文明。哎呀，你可真的，你得教育她。不行，我看出来了，她还缺少动力，是吗？我给你加点动力来。那个兄弟，哎呀妈，这有动力。我不会喝酒，没有事儿，你少喝点哈。酒壮怂人胆，不是他不会喝，不，他怂，喝点行。少喝啊，来一点，哎，行了，也行了。酒精酒头，继续喝上酒就不松了。来，那个家里边孩子都挺好的，都上班了。哎呀，这孩子一上班就挣钱了。对呀，逢年过节的这要回家，肯定埋着好多好多的好东西孝敬你们两口子。孩子也不容易，那是必须的。年轻人回家必须得孝敬老人，要是空手回家，滚一边去，死到外头，没人管。我媳妇要是这么通情达理，我啥也不说。完了，这叫通情达理呀，这叫。我不是你媳妇儿，我是你姐。哎，你得教育你媳妇儿，这样不行，不文明，你咋就不懂？真够呛。我说，没喝到量。兄弟，不行，你这个哈还得来点。不是，他这来点没事，他这来点有感觉。你刚才豁出去。对，悠着点，还悠着点。你少喝。怎么样？辣椒水儿有点意思了，有点意思了，有点意思。来，继续。哎呀，这个孩子一孝顺，这家里日子过得就好了。日子过好了，别老在家闷着。哎，没事出去旅游。旅游。对。本来吧。那个法国、英国、美国都是。别说话。有感觉了，上听了。
着出去旅旅游。旅游？什么叫旅游？旅游，旅游，出去走，旅游。哎，走走。出去走。嗯。我哪有那时间呢？一天三顿饭围着锅台转，有时候我出去买菜算不算旅游？没办法。太可怜了，你再喝一口，兄弟，再喝一口，还要再喝，再喝一口，再喝一口，有感觉，听了，行，听了，旅游，你都这块都木了，哎，对了，都麻了，哎，好，别管这个，出去旅游，旅游，对，旅游，去哪儿？去大西菜行。哎呦！买菜，买高级菜不讲价。哎，趁着这酒劲，有点意思了，你赶紧把电话打电话，让他借着酒劲收拾收拾，以后就给收拾他。对，教育他，教育。打电话，打。啊，快打了吧，待会儿酒劲过去了。哎呀，别你别，没事，你小点声。哎呀妈呀，给谁打电话？不，外人，没事，没事。三妹呀，那妹夫在这呢，你别着急啊，你过来了，马上就到了。好。哎呀，他马上就到了。妈，给谁打电话？我也不怕。哎呀，对，你就这样的啊？对，这样其实好。兄弟，该你了，上。不，我下。你下哪儿啊？你下。下面有酒嘀咕。啊，对。你不能走这份子，你这样这劲儿差点过。不用你管。呀，添毛病了，喝上了，哪儿肥了？等我坐下。你们仨没事，站起来。哎呦我的妈！把我折腾的。哎呦我的天！哎呀！你坐下。快！今天我借着这点酒劲儿，我跟你说两句心里话。妈天天打我，你不打我，我打谁呀？哎呀，咱俩结婚20多年了，我了解你。从谈恋爱的时候，你遇到一点事儿吧，你就打我，我习惯了。哎呦，后来我想明白了，其实你说你不打我，火不往我身上撒，你出去对外人那得得罪多少人呢？那人家得多恨你呀。你打我，我不恨你，我习惯了。媳妇儿，他们不理解你，我理解你。哎，谁开了？谁开？没烧水。咋哭了呢？我是不是说错了？你说的挺好。老公，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窝囊废，扶不起来。今天我发现了，你这是心中有大爱呀。错了，我改，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。老公，你
你说你也有不顺心的时候，我怎么没见你发过火啊？谁没有脾气呀？我说吗？说。前年，咱家马桶碎了。你不是说大老鼠的时候碎的吗？踹碎的。这得憋多大委屈啊！就是。去年，咱家插旗腿不是折了一个吗？那不是修电灯泡的时候踩折的吗？我踢折的。这都跟谁呀？这都是。今年。等会儿。今年咱家电视掉地上，是不是我摔的？你不是说是隔壁装修真的吗？我差点跟人邻居打起来呀、啊！你后来不是打了我一顿吗？妹子，你可太不像话了！姐，我知道错了。老公，以后再怎么生气，别砸东西，砸我。为啥呀？那东西。不都是钱买的吗？彩礼呀！行了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大伙儿都坐下，我说两句。媳妇儿，你坐这儿。老公，你坐。都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我说十三妹。我坐这儿不合适。你看看，妹夫对你多好啊！我说十三妹呀，这一个家庭为了和谐呀，咱们做女人的不能太自私啊。我们呐要考虑丈夫的感受。说的多好啊，就怕做不到。对，我错了。哎呀，等我回家好好给你道歉。哎呀妈呀，你别打我就行。走，咱回家。回啥家呀？都几点了，在这吃呗。你说了算呐。回啥家呀？都几点了，在这吃呗。你说呢？听你的。回啥家呀？都几点了，在这吃呗。不行，姐，咱俩不饭去。好。哎，妹夫啊，别把姐茶几腿整折了啊、哦。不会的，姐，我就看会儿电视。哎呀妈呀，别给家里电视再砸了。哎，我们家没电视。那个。喝这么多酒，我上个厕所。这哎呀，去吧。哎，你别把人马桶踹了啊！那个，你跟我去看着他，拉倒吧。你去看他，我看老米。那我看谁呀、啊？